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， 今天3月28号晚上12点36分，礼拜一晚，礼拜一抽红瓜子，好嚟，双火，哇，影渊能依2.8。暂时一件稀有都未有，哇！真系仲系一件未有啊！好，嚟 ES 五，俾个铸剑者勋章我，唔该，开开图鉴。啊，好，睇睇夫人像先。好，到夫人像。哇，会不会真的一件稀有都没有呢？喂，哇，哎哎哎，终于有一件极限魔功，好嘢嚟，极好嘅嘢嚟，一件够全家。好，睇埋 ES 五先。哎，两件稀有。咁女神之旅都系曾经系好嘢嚟嘅，咁但系随住而家诶啲驱散能力越嚟越多啊，越多驱散技能，甚至乎水晶女王免疫呢个 debuff， 咁啊女神之旅以往又好劲到变到而家就一般般啦，但系都叫做非常好嘅稀有嘢啦。咁啊今个礼拜两件稀有，咁啊都祝大家开到好好密。我哋下个礼拜一抽红瓜子再见，拜拜。